凌晨啊，凌晨你去那边，哦，做什么事都知道。做我的事啊，什么事啊？休息啊，你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没关系啊，我没有去要了。本辖竹南镇秀明街与正义街口发生多部汽机车及住宅火灾案，经本分局与消防局火调小组调查，研判疑为人为纵火，本分局立即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于同日16时将纵火犯嫌拘提到案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，犯嫌疑因金钱问题与住户与他纠纷，并以卫生纸引燃住户机车泄愤，进而引发大火，延烧多部车辆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，共计有7辆机车、2辆汽车及1户住家遭烧毁。